剩下你这一尾了。乖乖吃饭。不会怕人。阿福啦。那豆仔鱼应该蛮好玩的，下面无锅鱼，这边可以下去。我爬起来蛮累的。哇，乌鱼耶，那边钓完的，可以下去，还不错，无锅鱼很多，啊，豆仔鱼。一群，前面是火力发电厂了，现在满潮正在退水，很漂亮。这地方应该是有刀鱼，哈喽。现在来去一个钓友介绍的野池啊，不知道这边的状况怎样。机车是可以骑进的这样子，不过我还是选择用走了。未知的路况啊，前面是火力发电的，我看到了。小小一尺，不知道有没有鱼，试试看吧。哦，花生啊！小黑格啊，大一点的 OK。哦，什么东西？潜水阿虎啦！哦，黑工。水阿虎，哦，阿虎，
杯弓啊。潜水阿湖哦，正港的哦。那我的鱼钩还在他嘴巴嘞，还一钩，刚刚断掉的，有没有？刚刚断掉的一钩在他嘴巴里，好笑。嗯，还我了，谢谢。鱼都还我鱼钩。要放黑工啊！哦呦！要放黑工。要放中国王子好了，看看会有几有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个地方还不错，热的点，不过隐秘的点。小米鸡啊，一起吧，发起的啊。又一条，
拜拜。测试完毕。Hello， 我是伍佰啊，现在在这个某个咸水的野塘，一位钓友介绍的啦。今天只能测试一尺而已，小小一尺、啊。其实小小一尺，只要没有人网，没有人，没有什么人来，鱼都蛮多的。OK， 好啦，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早上满潮，现在已经干潮。哇哩嘞，这水超恶心的，恶烂到爆啊！这个污水跟干净的水混在一起，好多螃蟹。好恐怖的水哦，很漂亮。